开，打开以后这样就推下来。胶带面呢，有胶带有粘性的一面朝上，这样啊。再锁死它。先从这底下走。胶带从这根轴上面走，从这一根轴下面走。这一个直接从这边穿过去。这一个从前面一个原理走这根轴上面，这个走这下面，这个也是从这边过去，这个也是同理，也是走轴上面，从这个底下下面，先把刀轴分开，把刀轴放下面。